其实我们这五年做了很多的一些方式，希望让人家可以透过一些体验去亲近这块土地。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看到好漂亮的天然的无边际海水泳池，看到世界级的地质景观。你来和平岛地质公园玩水，你什么都不要带，你可以进到我们的无包装商店买我们的十克一颗，透过一些消费的行为去支持这个永续的理念。你来基隆北海岸或东北角，你一定会喝的，这就是我们在地的石花洞，我们那些海女阿姨啊阿嬷就会去采收那个石花菜，很辛苦哦。好了，喝了只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28岁会变18岁。